驾驶员也很着急，过来跟我们讲说，那个车子离合器失灵了，车子发动不起来。然后我就和我另外一个同事示意驾驶员上车，就把他的车推到那个临江路上面来。我们确保后面的车辆能安全有序的通过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